嗨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大哥，你贵姓呢？我叫安康，名姓阿教康。你这段时间用了怎么样？这几天？我现在已经用了半个月。半个月。在一个礼拜后的时候就开始，因为拿到那个喷眼睛的，喷到眼睛脸，这样啊，我喝了这个太和之水，睡眠比较好，改进了。而且眼睛喷了一个礼拜，有眼睛有比较舒服。重点是这样，因为我一个礼拜以前是洗三次肾，现在一个礼拜洗两次。哇！我水喝的比较多。哇！今天是星期五嘛，早上去洗肾，被王医师念了，说你喝的水这么多，他跟我讲说，那我的血色素多少？33。现在？哎，对。啊，之前呢？之前多少？以前都在快到40。哦，有降了血色素。对，血色素已经降下来。哦。他说已经标准了，那你喝多一点没有关系，你的血色素已经33，可以。他说。你洗肾洗多久时间了？我已经快半年了。快半年。哎，八年哦。八年哦。对。啊，八年都一个礼拜几次？以前三次。哇，啊，现在呢？在这一年的年初，洗两次了。你是吃多久以后洗两次？就是我这一脚剃掉的时候，就开始洗肾了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剃掉就开始洗肾了。哦，左脚锯掉。对。为什么锯掉？糖尿病。糖尿病。哦。心肌梗塞引起的。现在是换右脚了，剃掉了。要不要拿来看？大家看。他说他不敢看了。回家说不敢看。那你这段时间这样喝了这个太和之水，你最后感觉的是哪一方面？睡眠比较好。睡眠好。不会胡思乱想。不会胡思乱想。可是脑筋，比较清醒，有想到以前，你洗肾的那个时候到现在，记忆不好。越来越轻松就对了，是。对，那个头壳这边